Good morning， 早上好。现在碧草地正在浇水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刚才看到了彩虹啊，这是安装的，针对一个方向的，因为这边是路，水泥地，那边都是草，所以现在它正在喷射，呈这个90度的直角在喷射这个草，让这草喷射起来，像下雨一样。因为在德州这边太阳是比较毒的，太阳比较大，这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这种喷头在喷。看远方有飞机飞过，这附近有机场，飞机绕了一个弧线。这是早上的喷水的情况，每家自己前面的草地都要打扮一下，有自己的花圃。好了，这边的主人小狗要出发了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，谢谢。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